这一张鱼饿不饿了？哎呦！擦掉多少了？啊？擦掉了吗？你越擦越让你手整黢黑，还能吃了？这有啥？不干不净。上哪去哪洗在哪去呢？洗不掉。你要洗掉，那服务员早洗掉了。我不是墨鱼的问题，海鲜的问题，应该是我早上吃坏了。我看看手机里啥呀？哎呀！来吧，你给我来个仙女。牛逼！只有几个？这个行吗？这个切脸这儿。这个也行。用油水。啊，洗不掉。那拿洗手液或者洗面奶洗一下吧。这个吗？海盐。掉了吧，嗯，掉啊！嗯，不是，怎么又是他？